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。